到让世界多一点温暖这个行动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我觉得你们有很强的同理心，就是在关心社会议题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你们把就是自己的关心跟温暖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，让大家知道。在你们到各班去邀请其他的同学一起来参加你们的行动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你们的害怕跟紧张，但同时更看见了你们的勇敢。我相信黎记一定可以感受到你们的温暖，他们把饼寄回去给你们，一定也是希望这个温暖可以继续延续下去。有句话说，世界的改变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，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。要相信自己，有改变的力量，而那个改变的力量不是说就是要去做一件多么巨大的事情，而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开始观察跟发现，再邀请更多的人来一起参与自己的行动，然后小小的力量汇集起来，才会变成真正改变的力量。谢谢。